佢啱啱出道到依家有啲咩經歷啊？佢啊，經歷呢個停課不停學咁樣咯，佢不停學習啊。咁雖然係停課咧，但係佢咧就喺呢一個時間咧，除咗功課咧又多咗啦。咁佢仲要咧應付而家呢個宣傳啦。咁因為佢都好渴望自己嘅歌曲能夠分享俾大家，咁所以佢就喺呢個時間咧，因為有咁嘅課餘嘅時間可以走出嚟同大家去做下一個交流咁樣咯。嗰只抗疫歌《與你同行》就係我同我嘅作曲老師一齊作曲噶啦，咁亦都有作曲老師同埋 Vicky 姐姐一齊填詞嘅。咁呢首歌曲除咗有 Lady Gaga 去編曲之外咧，亦都有一個一位二胡嘅演奏家啦。咁李君老師佢就會加入一個二胡嘅元素入去呢首歌曲度嘅。咁我都邀請咗 Vicky 姐姐一齊唱嘅。咁又冇乜喎，反而因為我覺得咁讀書係其實對我嚟講，可能有時會好緊張、好大壓力啦。咁但係唱歌就係我嘅興趣，同埋我係真係好中意。咁兩樣 balance 翻就可以令我減壓，可能反而仲做得更好添。唔好意思。咁唔會嘅，我都係想希望係咯，冇比較同自己比較咯，希望每一次都可以比前一次更進步咁樣。